请站在指定号位的脚印处，高举右手准备游戏，左右移动身体控制挡板移动，反弹弹球，避免被弹球砸中防守边线。被击中的玩家会损失一颗心。场上有玩家被淘汰后，场上区域会发生变化，跟随箭头指引移动到活动区域。存活到最后的玩家将获得游戏最终胜利。